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热闹展开。本次主办单位邀请多位日本知名声优到场，引爆话题。包含着眼的夏娜女主角夏娜的配音声优丁宫理惠，以及火影忍者主角漩涡鸣人的配音声优竹内顺子等，都首度来台举办签名会。而一些死忠动漫迷们早在一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在现场打地铺，只为了一睹这些偶像明星风采。首度登场的竹内顺子也献唱火影忍者主题曲送给台湾的粉丝们，让现场的粉丝们感动不已。在过程中有粉丝准备自制的小礼物当场送给竹内顺子，竹内顺子也在专属的签名板上留下每位粉丝的名字，与粉丝们大合照。细心的小举动让粉丝们兴奋不已，也让台北国际书展现场人声鼎沸，热闹滚滚。宇峻奥丁目前人气满档的《火凤三国 Online》，标榜幻想无界、颠覆一切的创新风格，让玩家能化身各式各样的三国武将来进行各种游戏活动，甚至还能进行变身，以更强大的威力来扭转局面。游戏最大卖点就是各具风格的三国武将。宇峻奥丁也预告，2月3日新改版的《灵凤将士》新资料将一口气释出20多位三国英雄，到时有50位英雄可自由选择，还有传说中的三国戒指与天命项链也要上台面，背后的史诗故事留待玩家自己体验哦。华谊国际与韩国 WeMade 公司签订 Avalon Online 的台湾代理权，要将这款结合 RPG 与即时战略的英雄史诗风格游戏带给台湾玩家。 Avalon Online 预计于今年第三季展开封测，未来也将规划与国内电竞比赛结合。 Avalon Online 是款结合 RPG 与即时战略的游戏，如同星海争霸与魔兽争霸等国人熟悉的战略类型游戏，两大英雄阵营对抗的游戏内容可以让玩家以团体战模式进行对抗，加上角色扮演游戏的剧情任务模式，以及融入许多史诗情节的游戏元素，让玩家拥有多面向的游戏乐趣。万代南梦宫为了庆祝铁拳系列推出15周年，以及全球热卖的格斗大作《铁拳六》，预计3月7日在日本东京举办《铁拳六世界冠军大赛》。1月28日至2月15日期间，开放玩家透过 S8 Live 网络上传积分排名，最高的前20名可免费获得 S8360游戏一片及3个月的金会员序号卡。最高积分的优胜者有机会代表台湾前往日本，参加3月7日举办的铁拳六世界冠军大赛，争取10万日币的冠军奖金，以及免费旅行世界一周的奖励哦！赶快来挑战吧！前几天才宣布备受期待的超大作《失落的星球2》将于今年5月20日同步推出 PS3 与 S8360 版，甚至 S8360 版还有独占要素，找来超跑卖的战争机器两位男主角担任游戏神秘嘉宾。另外 Capcom 也宣布他们的官方购物网站 eCapcom 即日起开放预购《失落的星球2》游戏，而且还赠送2组精美的35/1比例 PVC 材质可动模型，这是以游戏中登场的机器人造型做设计，制作十分精美，十分有收藏价值。不过只有 Capcom 官方购物网站才有，只送不卖，想要的话只能去 Capcom 官方网站订购游戏才有哦。喜欢射击游戏的老玩家一定对 SEGA 在1987年推出的经典射击游戏《冲破火网》印象深刻吧。在当时游戏画面还很简陋的年代，
冲破火网，以及充满速度的立体感，搭配360度旋转的大型机台，让玩家大呼过瘾，意犹未尽。20年过去了，这款经典游戏也以全新 3D 方式重新制作，预计今年三月提供玩家透过 PS3 与 Xbox 360网络付费下载。全新重制的《冲破火网 Climax》游戏内容延续之前作品，玩家能开着战斗机勇往直前，以机枪扫射敌机或发射导向飞弹攻击敌人。在击败把关头目后，可选择分歧路线前进。不过，使用最新 3D 技术制作，画面表现大进化，玩起来更过瘾呢。